11是狗，狗我们做黄色的是小黄，你把它做黄色的，那你用黄色的土擀薄，那要擀薄的土稍微硬一点会比较好擀，如果你的土太软太黏的话，你桌面可以擦一些那个凡士林，那你擀薄以后，擀薄以后呢，包住这个杯子，包的时候抄出去，抄出去这个杯口唇口，然后手压压压压住，干了以后它就粘得很好。那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把它擀起来，包起来。这样 一步一步的包起来，那重叠的地方呢，你用剪刀给它修掉，这边有重叠的用剪刀把它修平了，然后没有的地方稍微推一下推一下，它就粘住了，推一下，那这样子慢慢的包起来，这个重叠的就把它剪掉。这个杯子包好了以后呢，这上面都要修整齐，这个下面也要修整齐，然后开始做这只小黄狗呢，它的头我们用25mm 的球，然后你拿一块土，这个土的量呢比这个球多一些些，然后你这里面弄一点水，弄一点水把这个球包起来，弄一点水在包的时候可以比较扎实，因为它粘得会比较好。包起来以后你就搓圆，搓圆，搓圆就是把粘土搓均匀，搓圆了以后你再给它搓成椭圆，然后前面稍微有一点尖，然后这个眼睛这里呢有一点凹下去，眼凹，然后用手把它弄均弄顺，然后拿一根牙签把这个从它的后方下面后方下方插一根牙签，这个插牙签要干什么，就是要把它粘住，那你牙签还要用粘土包起来，牙签是长形的嘛，那你土就搓长，搓长长的把它包起来，压扁压扁包起来，包起来，那交接的地方呢，你用竹签给它整理一下，它粘得很好，那这里这样那多的呢可以拿掉了，然后这边沾水，沾水要把它粘在这里，就这样粘住，花点时间把它粘住。小黄它有四只脚，那我们就捏四块，沾一点水把它搓圆，那这个前脚依照它的头部的两侧，所以头要先做，头就是整个动物的中心啊，弄一点水粘住，粘住了以后呢，你压一点力量，然后把这个爪这样子压出来，压出来，这个爪压出来以后，你再用手把它捏尖尖的，
那这个后脚呢，后脚你还不知道粘在哪里，所以你要先把那个尾巴做出来。它的尾巴就是头部的正后方，那尾巴我们是用那个咖啡色的，它的尾巴长长的，所以这个秩序要对，它的尾巴正后方的这里，前面头的正后方在这里的尾巴，要你粘住了尾巴以后，你才有办法再去找出它的后脚的位置。搓一点水，因为我有开电风扇，所以这个土表面比较容易干，用一点水把这个后脚粘住。方法都跟前脚都一样，就是把它粘住，想办法粘住了，沾水就粘住了。粘住以后呢，你要移动一下，不要让它粘在板子上了，然后再把它这个再压出来。出来，四只脚都做好了以后，整个作品才比较稳当一点。那我们再来剪它的嘴巴，它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嘴巴，剪下去以后呢，变尖了，你要把它再推回去，把工具这样拨开来，然后把它的鼻孔，还有鼻孔给它挖出来。狗的那个舌头呢，水滴形，薄薄的，薄薄的。然后你用那个牙签这样子把它包住了以后，往这里面扎进去，往扎进去，然后回转一下拉出来。这个是它的舌头。它的耳朵呢，两片垂下来的，有两个一样大的土。然后你给它搓成水滴压扁，搓成水滴压扁，压扁以后，这个尖的是朝上面的，尖的是朝上面。那我们要给它耳朵有层次的变化呢，我们再给它粘一点点颜色，粘一点点颜色，黄色的，粘一点点颜色，粘。粘好了以后，这两边的耳朵在这里沾水，沾水，然后把它粘住。沾水粘住。粘住了以后，要给它有一点形，你就给它压凹。凹进去，压凹，然后粘住，这样，两片耳朵，两个小白球，眼睛。黑色的，黑色的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，然后你搓圆，再粘上去。很多小朋友都好会做眼睛哦，然后鼻头这边有一个鼻头，黑色的抹一点水，鼻头。这个脚爪呢，给它贴上黑色的，然后粘住了以后再捏尖尖的，
在他的胸前呢贴上一个信，这个信我有沾胶水了，花一点时间让它固定，让它粘住了。信，信望爱的信，叫信心。然后这个后面这里呢是英文字的，这是双语的英文字，我把它贴在，哇，贴在这里好了，把它的尾巴盖住一点点，花点时间停留在这里，让它粘住。